欢迎你又来到了小泉 TV 哦，新年快乐！今天是2021年1月1号，希望各位有一个美好的一年。反正呢，全哥的2020呢，简直是烂到一个谷底了，我就是真的不知道还能再多烂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真的觉得已经是我没有办法再承受更多了，真的我没有办法，好不好？我希望2021年跟着各位一起起飞啊！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往下了。Anyway， 那今天呢，我们没有要讨论猫咪的话题，因为猫咪的话题我实在已经想不出来到底还能够讲什么。但是目前呢，我目前是想不出来的，所以在这边呢，我除了跟祝各位新年快乐之外呢，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故事哦。我不是在家里公司上班吗？然后突然那一天就有一个供应商就是来找我开会，然后他跟我说：“哎，我之前看过你。”我说。不是我家公司的，你当然看过我啊。他说不是不是，我看过你的 YouTube 频道了。我就，然后他就说，对，其实他看到我之前在日本的那些点点滴滴呢，然后就觉得很佩服啊，然后也觉得我，反正就说一些让我很害羞的话嘛，然后就。对，就让我蛮高兴的，就是真的外面有人，然后就是看我的影片，然后你知道，毕竟这些影片呢，真的都不简单，可能全哥影片的品质啊什么的也都没有非常到专业的程度，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的是，这些都是我几血几汗来的东西哦，真的是不简单，所以我真的很谢谢各位给我的肯定哦。那希望我2021年呢，我能够尽速的回到日本，然后赶快跟我的猫团聚。你们没有发现，全哥从开始YouTube 频道以来到现在，就是一直期待着跟我的猫咪团聚，然后又分开，然后现在又回到这里，然后又期待跟他们团聚。唉，我也不想啊，对不对？原定计划我7月就应该要到日本啦。好，那2021年呢，我可以跟各位保证的是，虽然猫咪的频道、猫咪的东西我已经都拍过了，但是呢，我还是会跑到以前的影片去看一些我没有做好的影片呢，然后我一定会再重新的再讲一次，然后因为以前2年前拍的跟现在拍的绝对会不一样的。OK， 我小泉今年的目标就是把我以前做的影片呢，我如果觉得做的不好的，然后需要再重复的。或者是需要再做整理的呢，今年我会再来做总整理哦。然后对，希望我可以把以前的影片做得更好，讲得更清楚，然后帮助到更多更多爱猫咪的人。好，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有猫的地方就是家，有我的地方就有它。小泉关心你的猫咪，多一点罐头，多一点爱。我们下一次见，拜拜。